我是屈中恒，你和我和他的真相里面，我饰演的是米西这个角色，是蔡灿的阿德，是你和我和他的真相当中的罗兰，是阿亮卜学亮。龙年呢，就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龙探大吉，祝各位金龙报喜，龙转乾坤。龙年到了，祝大家这个龙马精神啊，龙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我们的戏，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回馈。希望大家呢，在这个新的一年2024年呢，还是继续可以在剧场跟大家见面。Art 一出很好看的戏，幽默诙谐，没有冷场。希望继续的带给大家很棒的角色，也谢谢你们支持我们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剧场见喽。